果你哋第一次嚟到卡洛斯所教嘅呢間中華基督教會彭美麗風景中學咧，一嚟到我哋門口咧，你一定會見到呢一幅咁嘅攀石牆。其實同類型嘅攀石牆咧，喺我哋學校咧就只有一棟，而且係比比皆是。喺我哋學校咧，每一位老師咧都受過要攀石嘅訓練，而且咧我哋仲會帶領我哋做相同嘅活動添嘅。就係我哋一直都相信攀登一日啊，自信一生嘅呢個理念。其實呢個攀石嘅活動咧，係由我哋上一任再上一任嘅校長咧已經係推動緊嘅啦，所以咧已經有相當耐嘅歷史噶啦。咁咧，今年咧，卡洛斯咧都有機會去接受呢個訓練喎。唔單止咁啊，經過咗五日嘅上課同埋艱苦嘅鍛鍊之後，卡洛斯仲獲得由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頒發俾我嘅運動攀登督導員嘅訓練證書啊。嗱，咁究竟訓練嘅過程係點咧？卡洛斯咧今日咧截錄咗一啲片段，話俾大家聽。冇偏我監考，冇嘢做，乜都冇。點解咧？點解大家就知啦？因為我要參加一個課程嚟到啦，嚟到咩嚟㗎？喺我哋嘅年班裏邊咧，盡量抽多啲時間咧，令到你哋覺得咧安全，同埋啲參加者咧喺你嘅視野度。最緊要係。但係即係話咧，你哋上完呢個堂，我哋老師會就建議安全嘅守則啦，器材介紹啦，保養啦，成件嘅運動啦，佢裏邊咧就有呢幾個項目嘅。攀崖 ，rock climbing， 天然嘅岩牆，人工攀登牆，咁樣拉就細好多啦。打只拉有2000kg，防護器材，輔助制度，人手最多。咁呢個都有分嘅，好啦。咁另外你跟住叫 T size 嘅，咁呢類上咧就真係分 size 啦，可以去到好幼好幼，幼到咧小朋友同小朋友咧都可以嘅，變翻大個座式安全帶，咁呢個圈咧就會變大噶啦，拉呢度咧就會變細噶啦，得唔得？右手係整理係咪？我哋會係沙水喉，大家知唔知個沙水喉？第二次更正啲，好啦，沙一次係咪？沙水喉。沙兩次。沙兩次。得唔得？呢边先有嘅，手一个，手两个，咁呢个米巴咧，呢个米巴咧，攞翻入，咁呢个就巴自己啦。喺呢度走过嚟。就咁樣，咁樣出翻嚟，咁我依度就剩翻嘅依度夠揸一隻手啦，啊，咁依個就完成嘅結啦。咁我有經驗嘅，我做嘅時候咧，我唔會撞到啲凳啊，因為仲有啲空位嘅。所以最好你做之前咧，呢度咧圍咗佢嘅，睇佢啊。Climbing OK。咁佢一爬，我咪收線咯。佢咧我爬咗一路收，我就係佢爬一路收。佢爬上去多餘嘅繩，一路爬就一路收噶啦。好，留意啦，一方想分開走。大象放一放咧就 OK 啦。好啦，大象，跟住褪後，坐低，褪到冇得再褪。OK。左腳前右腳後，執翻密碼，將啲力咧全部攞住單度坐曬。哦，好神奇啊！好唔 OK 啊？尤其你一新人啊，我哋梗唔驚啦，知道係咁噶啦。新咁嘅啫。好嘅，我加油，Jason。
好咯，謝謝你。OK， 哇，好叻啊，好叻啊，好嘢，好嘢。睇完訓練過程之後咧，卡老師話俾大家聽咧，我唔單止攞到證書噶，我仲咧有一個專項嘅運動資格個人記錄冊，同埋有一個督導員嘅證件。這個證件咧就去到2024年嘅。希望經過今日嘅講解咧，大家會對呢個攀山嘅運動咧有更多嘅認識啦。好啦，今日我分享到呢度啦，我係卡老師，喜歡我嘅影片啊，請你訂閱加讚同埋分享出去啊，拜拜。我唔值呢同佢熟啊！因為呢個系統咧，大家玩咗咁多年，點會唔熟啫？所以咧，你哋咧唔使問㗎。